啊，人个二黑银三百分之半袂啊，啊，不不三百袂了，伊要来200块分之半。没有了，虾仁，来虾仁，刚好来得及，没有虾仁。来，来，你吃虾米面来？这车哦，不交代学人长官，我马分分不清哪一箱是什么，哪一箱是什么的，随便的弄跟我去吧。我把它取消了。那个张老师说一箱留下来给他。没关系。青鱼片啊，也被归箱了。被归箱了，我把病带你来，要送来，不去了。漂不漂亮？这是咱台湾哦，不是咱台湾哦，全台湾哦，前三名的青鱼片。超贵的一片65，外面三买的话，来2片130，4片要260，10个客人，我只收10个，好不好？免鱼了，免鱼了，我等你再开始卖个色啊！沙皮这边的真的行，比较高，100块，挪威进一片了，100块了，来100块了，来大杯了，我这边两个三个，最好的没，100块，二天，行。峰哥，你在哪里？超车啊你！去里面啊！来，一包啊！开始啦，因为我价钱收起来，所以我唔敢收伤济。这一箱就是10个客人而已。喇叭店有客钱，我先给你拿。我面包要不要了？哦，我问他，我大学一年级的包学，好不好？一个人4份给你。来，他还要大学。十二个，还有大姐跟表姐，还有大姐，一个人4片哦。来1000的，1000的是谁的？900，你等一下。蛋姐哈，我们讲的挺相当晚的哈，提前注意。12个嘞。哎，峰哥，我需要进一片哦。12个。来，再讲龙血鱼啊，放心。1000的，谁的1000的？你先量，不好要再话嘞，干啥？别插嘴，别弄啊，不能干起收了呀娘。是不？没得发，这价300块，300块，来三只，这是龙血鱼，来多少只小龙血，起码得大龙血，来300块活血，来300块，4个3个就好了，3个客人吃就好了，来300块，三个就好了，然后你拿最好血，后来那边没收钱哦，来300块了，好了，不收钱了，打开。拉着，哎，对，来，装给叔叔。没啊，小龙血，啊，龙血一朵。来，2000我来了。来一个500，一个1000的。来，把龙女的这样。一样哈，肥仔快乐。漂亮哈，拜拜。然后来，交回来1000的。500的。1500的。对的，来，谢谢。啊，考姐妹下面的。他绝对有力，这绝对有什么呀？哇！哇！你现在开始做第三个，你要做头一名、第二名，知无？来，你有哪有十？来，搞我海菜，我靠，我今天海菜就几十。来，来，我要十嘛。来啦，一包十二啊，阿伯因两个有十，你无十，我嘛歹做。阿伯，哎呀，我嘛无通。来，二阿伯要吃啥？来啦，吃这啦，这什么物件？牛二两鸡腿啊。你老师这种该杀把它放啊，把它放起来哦。好，来牛二两鸡腿，出去两杯，一两杯，这两样就好。4个客人，最近咖啡喝腻了。来四个而已，200块，来四斤，来五斤、六斤、七斤、八斤。100的。高斤、小斤，好啊，四个多啊。好可以一箱哦，来200块，那可以一箱可以。等下我要再停下，可以一箱，那再加900块。对呀。来200块，那我两斤多少了？来八斤了，来十斤了，你来。来200块，十只啊哈，这个可以先回烤哦。来200块都拿到了没？我来，今天来7斤，来7斤，八斤高斤来，牛二两斤多少？10只啊，一个人十只啊哈。200块被买到了吗？对了，没对吧？哎，坦哥你好呀！哎，冷大杯还有十几箱呢，聊七点半最后一箱了，都有了吗？那等一下再卖喽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后阿哥的假沙利哥，热火给干杯，你有机会。
来，那个客人点什么，你帮我拿过。热狗。对。还有鸡。对，那个笋我拿过来。来，热狗来。这假烧狗的，较过瘾啊。烧狗，烧狗。烧，不是烧狗，是烧。烧狗。哎，热狗啊，但是你叫烧狗，我叫啥？对。来，这是包的，是。给你两百，给你大包的，兄弟。啊，我那是十包，十包两啊，一人剩剩过一包，剩过一包，没两百，不同的热狗，四个都是单一大包完的，十包而已，这个不能超收了，因为这个只有十包。来，不同热狗，赶快，这边都睡着了，好，没关系。来，不同热狗来放着，来，赶快装，来再放，来没有袋子的，安好，有回收袋了。来，先两点人先，先两点人。来，副总热火来，开始。会有，还有，会有，会有。那外边老弟来。来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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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这大哥那两个人。一千两。来，后面。一个人四片，四片八十二个。一千的是谁的？哦，来，好，不要再说了。来，来，去把他全三包两，去把去把。对吧？没有两个是这个大哥。那个，找过去后面的叔叔。来，热狗，我们装备两个热狗。雪糕，雪糕，装装了哈，全部拿掉。我加点了，没有了。来，那家丁，你先听我说话啊，拿那种鸡来了，一只鸡来。来，要吃的，一人一只，两只都没关系啊。这个我有很多哦，可是也不能超收哈。接两只架。对。哦，这全鸡也在拜拜，鸡先不用拜了，反正价都不高，拿这两只架哈。没打八厘啊，满面厘啊，来能八分我们，一人一只来两百块了，三倍六十斤来能八分。那个来，不好意思，借我们峰哥过一下，能加二，一倍六十斤全鸡来能八分，两个，这边能加，来六百，三个，来能八分，三倍六十斤全鸡来两百块几个，四只，好，那剩下的四只哦，啊，开工的得四十只，来再一只。来，拿给那个阿飞。虾子好了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虾子好了。哦，虾子好了，来。来，阿静，你一片可以包邮哦，一个人四片，给他包十二个。来，对下河啊，上背河啊，开水河，开水啊，我今天看。对，你给我摸三，来河啊，来三个。来，虾子谁的？没有没有，这里五份。五份，来阿姐，河啊，上背河啊。我想，还不觉得冷吧？下面，下次还有一个是谁的？来，这个我弄上去。来，这个冷吧，好冷，冷冷冷。来，这个冷吧，放回来。还得冷吧，好，帮我买点呀。手机帮我包好了，你说不要紧，帮我点来，谢谢。哦，下面还要去帮我包点啊，等鱼，来包鱼来。包鱼卖多少？八，卖开七八，几两几分啊？来，冷吧，好冷，两百块来包一片来。两包了，两包，你两包过来，不要紧的哈。来，两包来，三包，七包而已，收钱先。啊，七包过来，你来，两包过来，两百块。这个，这个什么呢？不要看迷恋爸爸，爸爸永远是你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包你两包，或者两百块的。来，包你两包，好，紧点啊。两百块包鱼。来，紧点来。两份。赶紧，赶紧，跟着几个人去啊。来，不要紧张哈、啊，慢慢来，前面的那个阿伯，来，冷爸或者来个鲍鱼来后面，后面这个阿伯，哦，这个袋子要称多一点哦，多少钱？对，这样太慢了，鲍鱼冷爸过来，我鲍鱼冷爸，对，然后等他来，大哥要，感谢你的捧，来，赶快，你安尼是变啊，有时贪六千多钱啊，哎呦，啊，较紧嘞，还无是啊，胡子啦。来搞钱，来讲啥？来包鱼，个人要吃无？记得记得，多少？一个坑虾，你要给他多少？你那汤汁流起来，煮粥的时候，煮满是煮满多了。哦，你那算了，两百块好多多下去。两百，两百，两百，两百弄完了，后来下酒菜再放火，拿酒干嘛？那个再煮菜。这边有宅配哦，你们要宅配的话，来五个甲下酒菜，上礼拜有买的举手。黄东煌就找得到了。这边把阿弟都来。这边买包的，
旁边那边看对的。哦，这样子。哎，安嘛？可以吗？还可以，可以的啊、哦。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安尼好了，张哥，唐哥。黄记的啊，后面有写。新包装。黄记的，人家家那边有银色包装的药店排骨，一斤公斤的。哦，阿爷罗里来这条石块，有鸭胗、鸭胗，哦，鸭爪胗，我阿个电影啊，上重要的两项。豆干加迄个海带一定嘛，无行做起来，一贴八十，两贴啊，免两百，免百块。如果食下酒菜，综合旅游一百块了，一百块嘞，可一百了。来车钱，准备。来电一百块，谢啦，再见。综合旅游一百块，都有了吗？好、哦，没关系，来，小姐，这个小姐来。一百块最后一位了哈，就拜拜哈，也是你当时啊，无用工具，全部用无命腿，用我烧。这怎么样？来，七八号坐下去。下酒太靠了，下酒在那边上班呢。哎，来，啊，你们在打主机哦。你们可以点东西给我卖，拜托。来，啊，这什么？玉香凤丸，好。啊，要吃什么呢？你们点。秀哥，小朋友来，秀哥帮我旁边。有。帮我拿下。麻辣鸭血。哦，赞哦。那个黄色的袋子，那个钱。啊，对啊，几包两啊？对啊，几包两啊？这玉香凤丸下礼拜才到货的，今天最后。包了。包了。没有了。这包回啊？啊，不要听没买，一样没买没对啊。好吃哦。对啊，你等恁拜三来，搁有的啦，我搁有唱一包。这阿婷来去徐家平去包两，五个人个，最后只一包回去收钱，可以？可以，可以。今天是哦，不好意思，来一包福建，最后两个人的，哎、欸，这大斤两个人都上来，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我一个人不是两，不是半斤老林，我一个人一斤老林，这一包五斤五个人的，来一包。我是要两个。你这个朋友有当时要住下，今天好，一包好五个人的，拢我来。大儿子跟中皇在前面，小儿子跟妈妈在后面。小哥哥好。这饼子都有，来，我们吃小哥哥，卖多几千吗？我那没五百啊，再出小点的来三百，三百块多，小哥哥卖三百多，卖个几年啊？小哥哥三百块。卖掉吗？三百，三百，都有在吃，都有在吃，小哥哥都有。看我两个银子，两个，两个银子啊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是的啊，这小哥哥。你是皮衫较乌了，身材是你留意的哦。哦，这身材，因为伊较高啊，那比较好保存，那比较好，这是高跟啊。来，三百块，来三百，来三百，这个位，这个位穿，三百块的。来来，谢谢。三百块，对对啊，再来快点。来七百，谁的？昨天跟你订的、啊。哦，那个你要花枝嘛，对不对？花枝，花枝是姐，这是小姐，没关系，这个都好吃啊，都好吃啊。对，大哥昨天有去吃。外公啊，一个俩咧七家人啊，啊，等我，我给你冰冰的好冰冰。五个人多啊，六个啊，要吃小块，安尼三百，别客气的啊。哎，因为我今日有两个工，所以我来当后边帮你服务。六个。来，小姐面直接。来七个，安尼大细只包，七个。来，拄只要干米片的举手。干米片农卫心里面的，来谢谢谢。不好意思哈，久等了，来大哥来，谢谢。来心里面心里面，来光棍光棍，不光棍。来阿姨来，谢谢。来干米片来，小姐来，不好意思，来、啊、不要再退后了，这里没有人站了，可以站。人家不捡干米片上位啊。这个煎米片三百，一百块煎米片五百廿手，阿得欢迎。我跟你讲好，咱是因为安尼哦，看容易恁的时间啦吼，来麻辣鸭血来，阿得拿几包哦，装进啦。三包，你要三包？阿刚有卖到吗？有啊。卖到一包，阿得无啊？要两包啊？对啊，阿这两包人老欢喜，我袂当老的。不过这两包帮我藏起来，装起的。来来来，阿伯吃蚵仔来啦，蚵仔来啦，蚵仔足好吃啊，但是真蚵仔超贵。
他小小去年很老都是小啊，对对对，这不了解的老朋友们、新朋友们，大家早。我要笑了就哦。你要走？大骂小骂，大骂来。来，要吃冬笋加鹅啊，有大个有大米的。我吃了，进一包就七十包，一个买两包，好吧？买八，买八是八包了，不？这只鹅啊，它是一百块了。100块就可以了。来一个。来，刚才来说说，其实这个哈、哦，我不要让你们买那么多啦，安尼应该逐礼拜来买啦。哦，啊，无人咧买300、买500，你买安怎？但冻，冻的拢袂歹，100块呢，就两包啦，100咧，来加倍。嗯。哎，你啊，要到有咧要落做，你要帮我讲。哦，先不要浪费那么多袋子哦，可以的。来，小姐来。100块。来。两包100块，中了票，真的最好了，100块而已，100，来100过来，来我100上到这边，不要了，这边啊，来我100块，还有我再来这边，来小姐再来，赶快赶快，这回去你吃不完放冷冻 OK 的，他不会坏掉，袋子打开就好了，你要干嘛？他没有袋子了，你要叫他放在衣服里面的，哎、欸，回包哦。两百个卡，五包零包，哎，妈妈，伊外妈一个月就出来煮，哎，煮哦，我只系对家菜话，迄都是一个月来，我只排骨可以，啊，我嘛唔知变一个月，我也知，我嘛是食落，我无在讲。来普烧鳗，来普烧鳗，来普烧鳗，嗯，普烧鳗先结两件啊，来1000块。好，那一条就这样，对对对，卖2000哦。来来来来，先先两百，先不要，这我就先不要。来，啊，用，啊，四个人去啊，我用这两点，免500，免400。姐姐吼，冰箱较细卡，所以我买花一千。用这东西，500、400，来300好了。300块普通吗？小姐，可以吗？需要袋子吗？我不用了，谢谢。来300，最后两个。300。来，最后来。300块出来条，50000来小姐，要没有？啊，你要几啊？你要几啊？50000，来300块，五千，一定要买，300万，哦，好，因为呢，超市里啊，过阵子就不一定，了。50000，而且两块而已啊。有啦，无啦，你爱钱我无，但我起来这边玩，你这边无啦。唐哥来没？来，再上呗。唐哥，唐哥了，唐哥你上我啊。唐哥，来300弄了啊！好来，谢谢。他不是旁边说他没几家，他没几家啊。他是龙哥来啊，二来来。来，你那边你那边通话回来呀？没下班啊，现在。哎，坚持走。啊，各位的人，不错。你哪位要吃啥？你们来毛豆的一下。哦啊，一下包，刚刚去新闻馆哦，超市干嘛呀？咱们这都会跑出去，我回来再做。现在就去修，我看到好多都死了。啊，好，这些你下班了。哇，安尼，你这鱼龙赶快啦，我了都太油了。那个，这些下班就先去做了。这夕阳啊，来，马姐啊，这波的鲑鱼就叫对了哈，啊，这是它的尾巴。哦，对方尾巴，刚才有很多人买了嘛，对不对？最好是收了，你也不要对方的龟尾啊，来，免开300，用真的猪皮手来200块我的，200块来接他绝对来龟尾，200了，不不了你啊，免单了，来200块，还别老多阿边嘛，200块呢，自己安尼个啊，来200了。你要吃跟你老公啊，来200，来200块来，一盘再大盘，一只龟你不要吞了，你20块，来200块龟，你这边我来要吃龟了嘛？新鲜的，你煮汤、煮味噌都可以，来200块，只有2位哦。好，先不要走开。有没有先买只离开很长？再两个给我。我看是开小店的，没，等下我唔免去买只哈。来200块的，来200块龟了。再一个给我。来200龟了啊！对，他今年啊，来200块。我哥，你会不会口渴？会口渴，去收。都
收钱收完再去喝饮料。两百过来，两百块，郭委员两百弄完，两百块来，还有人没有拿到的吗？两百好来，大哥来，还行。来，最后一位了，郭委员两百。哎，阿五杰没挂掉哈。来，前面到郭委员的两百块。战神俊，都拿到了吗？最后一位了，五、四、三。哎、欸，你来，前面人要龟尾吃完，伊正好爱，足爱食龟尾，龟尾足营养，伊足想要加买一份嘞，来两百块。你的冰箱冰得下、哦，来，有个龟尾两包啊。第一个他，第一个大哥，对，乖啊，我唔食冰箱，我大哈。第二个是大哥。大哥，你什么人吃完？我先看伊吃，有因够人要吃无？人无，我就拼你咯。来，三百块。我买麻烦你来三百，你要冰箱大卡。来三百哦。来拢我哩啊，三百块。哇，无人冰下来。来，最高大开始，两百六。不会，来两百六，乖啦。这边叫嘛，那边叫嘛，因为我只叫你冰冰完。哎，不看钱，不看看钱来。来，来阿哥一个。这是贡丸吗？贡丸，对。三个，三个。贡丸上来，贡丸。讲完最后两个人就一百块，讲完来交过来，来讲完最后两个一百六，新竹讲完好处的讲完一百块，东东北来的何兄讲完一百块来，谢谢，来阿毛交过来要怎样？过来过来来，没三百没两百来一百块我都，一百块来毛交过来一百六，披萨哈披萨有，来一百块我你来，打包一百块来毛交，一百块来这边要不要吃毛交的？一百块来，看这里了，后面。来毛豆一包，包一公斤哦，卖一百块很便宜了，再送一包，来一包红。龙华，安尼假出头，还是在那炒，在煮龙眼菜，一包红两毛豆，一百块。龙华嘞，毛豆，一百龙装配料啊。来，这里谢谢。对。来，继续。我们需要每个跟我讲啊。来，外公啊。披萨等一下哈。特别啊，披萨等一下，因为峰哥不在，等一下马上回来。我要去哪里对面？我总管，总管不在这边。我离总管，但是还没加掉的呀。来，不好意思啊，八包尔，八条好皮，不过你莫想起来，好自己。这样一包，这样一包，不过你们最包一点包。要几包？赶快讲。这次人虾很大只，没三包。一包三包，我把斤半斤呐，差不多半斤。想要栽培的朋友，四包，今天没有茶，我还能多一斤。外公王红皮的，一包没两包大包的，来十包，一百块钱一包，一包来，两包啊，来，两个，好来，阿林两六个，最后两包了，来这个长哥的两包，跟栽培的价格一样，来一包过来，来大哥谢谢，来阿林几包上来，一千块的是几包？需要袋子吗？装得下蛮好，装得下装一起来，一千块是几包？两包，来一包可以，两包了，来一百块，要不要喝红茶？要等一包。这两包甜虾要不要？大哥，真正好吃，超甜的，一百块而已。来，阿姨阿姨要来，这我选黄色，真甜一点，真甜一点。半斤半肉，你喜欢哪个？拿走了，拿走了啦。什么够半斤半肉？半肉那个我旁边加花椒。